小、初、高三千五百个单词，全都配上了方法和图片，每天带你学十个。有孩子的一定要关注收藏。第一个 ，trumps， 欺骗，如何记忆呢？前四个字母是臭，后两个字母是死。这个女孩被臭得要死，就是因为被骗到了放过屁的被窝里。trumps， 欺骗。第二个 ，pig sty， 猪圈。如何记忆呢 ？pig， 猪，后三个字母晒太阳，猪晒太阳的地方，不就是猪圈吗 ？pig sty， 猪圈。第三 ，heaven， 天堂，如何记忆呢？前五个字母是 have， 是有的意思 ，n 是你的首字母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，heaven， 天堂。第四 ，binding， 捆绑，捆绑物。如何记忆呢 ？Banding， 声音很像绑定，绑别人的不就是捆绑的东西吗 ？Banding， 捆绑，捆绑物。第五 ，liberal， 形容词，自由的。如何记忆呢 ？Liber， 李白 ，Roll， 肉，李白在吃肉上实现了自由。Liberal， 自由的。